现在开始就讲这个大师道。大师道呢，就是一直什么呢？智慧双运的修持。则轮回轮涅二边当中解脱这个部分。那现在就我们就讲这个大师道的，就是发菩提心发殊胜的菩提心，第一个就是发殊胜的菩提心。那藏文的宋词当中说：“头目地尼达拉在瓦金，满那么多呢，让地接就去，对不起人，他一心情这去去，想去心情也是那的人。那无始以来，次我之，诸母若苦，我何乐？是故唯独诸有情。”发菩提心、佛子心，是。那这个呢？这个颂词当中就讲到，从无始以来到现在一直以这种慈爱、非常慈悲的这种慈爱养育我，然后呢，就是重视我，这母亲呢，就是重视我胜过自己的性命，自己的生命。那对我呢，具有大恩德，就是普天下的这个乳母众生呢。那这些乳母的友情呢，恒是就是永远呢，感受到轮回的痛苦。实际讲的，所有的众生都曾经做过我们的母亲。那这个普天下的这个乳母众生呢？现在他们的状况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实际上，他们都在轮回当中感受痛苦。尤其是这个有些这个大部分的母亲呢，在这个恶趣当中，在善恶趣当中感受无边的这种难忍的痛苦。那身为一个修行人来说，我就是说，我自己认为是我在学佛，求解脱，不仅仅是求解脱，而且求的是这个大乘的解脱。我自己认为是一个，我修的是大乘道。那这样的话呢，我身为一个修行人呢，我们怎么能坐视他们的痛苦与不顾呢？仅仅是为了自己一个人的利益，而希求这种善趣的果报也好，善趣的这个人天果报也好，或者是希求这个声闻呢，厌倦阿罗汉的果位的解脱也好，这些都是应该是，不是很理想的不太好的。那怎么呢？一切乳母众生呢，都在痛苦当中那。我们的乳母众生都在痛苦当中，那只有呢，我独自一个人获得解脱，获得解脱呢，那就是说这个，自己一个人就是这个获得解脱，对我来说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这个有什么高兴的呢？不能令天下无量无边的乳母的众生离苦得乐。仅仅呢，希求自身的这种安乐那就是说安乐，将称为什么呢？这种人呢，称为什么呢？大士们，大士们就是菩萨大德们，彻孝的对象，这个对象我们就是这种人呢，自私自利的人呢，实际上这些大菩萨们的这个彻孝的对境，彻孝的对象。所以呢，为了什么呢？普度这个天下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呢，都能获得正等正觉佛果的缘，佛的果位的缘故。那过去呢，诸佛菩萨如何为众生发菩提心？我也如是呢，为众生呢发起菩提心。那这就是呢，这个菩萨为这个普度众生所应该实践的，也就是菩萨，就是佛子呢所应该实践的。好，那这里讲到呢，讲到这个菩提心，
菩提心，菩提心是就是八万四千法门的精髓精华。优罗他呢，就是说基本上成佛的因缘都已经具备了。如果缺了这一样东西的话呢，那就是成佛是没有希望的。那所谓的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呢？一切大乘佛法的，也可以说基础，也就是这个精髓，也就是根本。那无论是什么呢？修大乘的先众也好，修大乘的密宗也好，那度呢，就是必须什么呢？必须修这个菩提心啊，菩提心为基础，菩提心为核心。菩提心为根本。那阿底峡尊者曾经说了，阿底峡尊者怎么讲的呢？大乘与这个小乘的主要差别，大乘与小乘的主要差别是什么呢？在于是否发了菩提心，讲得非常清楚，那大乘和小乘在见解、行为、修法最后的果位上面，当然有很多差别，当然有很多这个不同的。不过呢，最主要的差别在于是什么呢？在于是否发起菩提心，是否发起菩提心，是这样的。那菩提心是。菩提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明白大乘法的首要条件。首要条件，在这个《如菩萨行论》当中也提到：若升起一念菩提心，当下刹那即成为一切如来的心子。凡是一个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你的身份是不管什么样的身份，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富的、穷的，不管什么样的人，如果你的心的相续当中升起一刹那的菩提心，那当下呢，你就成为什么呢？如来，一切如来的性子，也就是称为呢，当下呢，称为什么呢？人天等等的这种因共处，人天等等的因共处，因共处就是光阳的对境，是这样的，讲得非常的清楚，《如行论》《如菩萨行论》里面就这样讲的。然后呢，以菩提心基础也好，以菩提心实持的这种布施也好，那就是比如说布施方面来讲，即使呢，你给一个旁生给一个畜生，比如呢，拿一根这个骨头呢，喂这个流浪狗，也称为什么呢？也称为这个菩萨心，是这样的。给流浪狗给一点食物，给一口饭吃，也是一种菩萨的行为，因为呢，以菩提心施吃的。如果不以菩提心施持的话呢，即使你拿出了这个这种呢，这个百万千万来这个救灾，仍然就是人仅仅只是什么呢？一般的一个布施，那这个也不属于什么呢？菩萨心菩萨心。那这个时代呢，有很多人就是徒生，就是说这个慈善的这种事业，做这个志工做志工也好，义工也好，这些。如果是一个发了菩提心的人呢，他所做的一切都称为什么呢？菩萨心。你做任何一个事业都是呢菩萨心。如果呢没有这种菩提心的理念呢，菩提心的概念，那他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什么呢？帮助他人的一种善心而已。他是不是一个善呢？也是一个善，这是一个只能说呢一个善的行为，善心而已。那就是说根本呢谈不上什么呢？菩萨心。
那他的果报呢？就是果报呢，当然是善的，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因果是不错乱的啊，这是自然的规律。你行善呢，有一定的善的果报，但是呢，你这种善呢，这种很有限的一种果报，善果，就如同什么呢？没有以菩提心这个摄持的这种善根呢，像一个芭蕉树一样，芭蕉树。那芭蕉树是什么呢？芭蕉树呢，它的果实呢，它的这个果实呢，成熟一次就没有了，就是成熟一次就没有了。但是以菩提心摄持的这种善心呢，它的果报呢，如同就是如意树一样，如意树一样，它是无穷无尽的，无穷无尽的生而再产生果实，不断的就产生无穷无尽的。所以呢，我们一再强调，一切修行的重点一定要放在菩提心的修法上，菩提心的修法上。那其他的呢，像这个持戒也好，忍辱也好，精进也好，禅定也好，都是一样的。凡是以菩提心来摄持的，也就是菩提心为根本的，菩提心为基础的，都称为呢，就菩萨行。菩萨心，那什么是菩提心呢？什么是菩提心呢？就是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在《相观庄严论》当中提到。那怎么提到的呢？法性乃为利他故，欲求正等觉菩提啊，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呢，这就是说这就是呢。菩提心的本体，菩提心的本体是什么呢？就是法性乃为利他故，欲求正等觉菩提。这就是说，我们一般就要智慧跟慈悲，实际上这两样东西都不能缺。那刚才这个颂词当中呢，这个相观庄严论讲的这一句话的内容是什么呢？这里面呢，就是包含了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以悲心大悲的悲心缘有情，缘有情一切众生。然后呢，怎么说呢？缘一切众生远离苦因及苦果，这是第一个菩提心的第一个条件。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以智慧圆正等觉菩提，正等觉或者是正等觉菩提，反正就正等觉一样的。实际是觉跟菩提是同一个意思，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愿一切众生呢，证得真我啊，获得证得圆满佛果，这是第二个条件。如果只想到呢，就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没有想到把他们把这些一切众生安置于佛的果位。那就是菩提心，就是这种呢，就是这就是你一般的相似的悲心，相似的。如果只想到呢，就是要证得圆满佛果，没有想到呢，为了利益一切众生，那就是一般相似的次心。所以呢，这两个这个条件，都是不可或缺的，不可或缺的。再下来呢，就是这个修两种菩提心。第一个呢，与禅定时修自他相换，自他相换。藏文的颂词当中说：“东格尔玛里德定多里雄，左臂上及眼本心灵冲，代表了德地间及东格尔德阳都吉瓦杰西拉林因。”中文的颂词当中说呢，诸苦源于欲自乐，诸佛利他心所生，由此自乐与他苦，如是教唤佛子行。我们前面呢就讲了这个法菩提心，然后这里呢就是菩提心的这个两就是菩提心的修法。
那这里呢，就是禅定的时候呢，修这个自他相换，就菩提心的修法。那这里呢，如同呢，就集听菩萨所说啊，释迦牟尼佛呢，全心全意地利益众生，结果是什么呢？证得了圆满的佛果。释迦牟尼佛没有一丝毫的这自私自利的心。那所有的凡夫俗子呢？凡夫俗子呢？从无始以来，一直呢忙着什么呢？忙着就是承办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利益。结果是什么呢？无有止境的什么呢？就是继续呢就得流转轮回，这就是凡夫众生的下场，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世出世间的一切快乐都是快乐都，它的来源是什么呢？来源是就是利他的菩提心。那就是说，世出世间的一切快乐都源自就是利他菩提心的功德利益。三界轮回当中的一切痛苦呢，统统呢归结于什么呢？嗔恨就是私利的这个性根这个行为。那这个颂词当中说，在一个六道轮回当中，大大小小的一切痛苦从哪里来的呢？无缘无缘是不可能产生的，无缘无缘是不可能产生的。那这种痛苦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从希求呢自身安乐的这种执着当中产生的，也就是自私自利这样一个想法当中产生的。那不论是究竟的安乐也好，这个究竟的安乐就是正等正觉佛的果位。或者是这个世出世间的一切安乐，都是呢希求这个希求什么呢？他人获得安乐，这样一个利他的心所产生的。所以呢，重视他人，更胜过自己；爱护他人，更胜这个超越自己。一切的这个善根福德安乐，都呢就是的何不这个联系的赐予众生，众生的这个相续当中的一切恶业也好，痛苦都由我自己来代受。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将他人的痛苦与自身的安乐呢一种交换或是把这个爱惜自己与轻视他人的这种想法呢，开始要交换。这就是呢，佛子菩萨中呢，实际修持自他相换的时候，所应该呢如实修持的这种方法，那这个自私自利的心态。自私自利的心态导致什么呢？就是暂时呢，就是这个，自私自利的心态呢，导致暂时佛子菩萨地的功德和究竟佛的果位的功德没有办法自己的相续当中产生。所以呢，它才是我们真正的，就是我们一定是魔掌。魔障是什么呢？实际上自私自利的心，从大乘佛教的角度来说呢，真正的这个恶魔是什么呢？就是自私自利的这种想法。我们经常说呢，我要记住除障法，去魔除障，实际上要去魔的，去的魔是什么呢？这种自私自利的魔。处障，处什么样的障碍呢？也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这种障碍。那现在我们要把这个
这个恶毛呢，也就是说要这个驱逐出境。那怎么这个驱逐呢？那这就是要依靠什么呢？自他这个平等呢，自他相换呢，自请他种的菩提心的修法。如果我们发了菩提心之后呢，老老实实、实实在在，我们就是修这些，自他相换呢，这个自他平等、自他相换、自请他种的话呢，那才能够呢，我们就是说，这个把这个呢，就是这个立摩，就是驱逐这个处境。好，那前面就讲了呢，前面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讲了什么呢？就是自他相换，先讲了一个自他相换。还有呢，在我们就接着讲呢，因为自他相换，相换大概讲了一下啊，但是下面还是会讲。那下面还是讲，主要就是这个里面这提到呢自他相换。那我们再还有呢，就是说再讲，实际上自他平等、自他相换、自请他种，它的次第是这样的：先有做到呢自他平等，然后呢再做自他相换，最后呢自请他种。自请他种是指真正你证悟空性的时候才能够做到的。那其中呢，就是这个自他平等呢，对一个自他平等呢，就是平等对待，就是自己与他人，自己与他人这样的，用平等来对待自己跟他人。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呢，我们就是不平等，太着重自己，然后呢轻视他人，所以呢现在开始呢，先就是自他呢要一定要就是平等对待平等。为什么要对待自他平等呢？因为呢无始以来我们都是自他不平等的缘故，对我即我所，我即我所，我所就是说属于我的。比如说呢，我的父母、我的家人、我的眷属、我的东西等等，对这些呢升起这个贪爱之着，贪爱之着。对这个他及他所，他人跟他所指的是就是说，或者是敌人呢，尤其是这个他里面呢就是敌人呢，我的敌人。然后呢，敌人所属于的、属于敌人的呢。他人的就是什么呢？父母啊、家人啊、眷属啊、东西等等，这些呢生起什么呢？生起嗔恨，对他及他所呢生起嗔恨，对自己我及我所呢就是生起贪爱。这两种心态呢，这两种心态的根本呢，都是源于什么呢？实际上欲求自利的信心，利益自己的这种信心、心跟这个信物呀。那如何呢消除这种欲求自利的信心呢？那就是要升起这样的一个想法。什么样的想法呢？就是无边无际的众生都是我的父母、我的母亲。那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功课啊，先要修这个知母啊、念恩啊、报恩啊，但是知母的这个修是很不容易修的，尤其是天下所有的众生都是我的母亲呢，要认知我的母亲，这个呢不容易。所以呢，过去的这些噶当派的大德们，有的呢闭关九年，只修这个知母、念恩、报恩这三个东西。如果这个升起了之后呢，那菩提心很容易那这里呢，我们要就是怎么想呢？我们就是说，把这个天边无际的众生都是我的母亲，我是儿子或者是我是女儿。那我们母子二人呢，就是这个有福同享、有苦同当要这样想要这样想。能够升起这样的一个想法的人那就是就是说能够这个升起这样的想法，则这求自利的心态自然会消失。就你这样一直想的时候呢，就是说你
修自利的啊，这种心态，自私自利的心态呢，自然而然会消失。而在行为方面呢，你的是行为啊，行为上面呢，也就是任何时候呢，如果为了自己啊获得安乐，努力精进的就是追求啊，同样的呢，也是为了他人的安乐，为了他人的获得安乐也有这样呢，努力呢精进的就去做。总而言之呢，要把这个三界一切有情呢都看作看作于什么呢，自己没有一丝毫的差别，因为呢我也想要快乐，他人也想要快乐，我也就是想要这个脱离痛苦，他人也脱离痛苦，所以呢将心比心这样一个心态来，一定要把这个自他要对点呢，自己跟他人呢要就是这个平等啊，要这样。然后呢第二个呢什么呢，自他相欢。自他相欢呢实际上前面也讲了 一部分。那自他相欢呢相欢跟自他平等的差别在哪里呢，就八处仁波切曾经说过。那比如说很多这个伐木的人呢，游牧地区伐牛羊的伐木的这个人在一起，但是呢就是夏天呢下雨的时候呢，他们呢只有一块呢遮雨的这个布，只有一块布。那在这个修自他平等的时候呢是什么样子呢，自己和他人呢一起共用啊，这一块布啊，遮雨的这个布呢大家一起用功用。而就自他相欢的时候呢，那就完全呢就让给他人了，自己呢不相用，把这个这一步呢让给他人啊，他就是没有这个欲念上的话，那就我无所谓啊，这样一个就这样的。也就是说呢，任何痛苦呢，这里呢也就是任何一个痛苦呢由我自己一个人来承担，任何一个快乐跟利益呢都让给他人。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就是真正的在这个性持自他相欢啊，随时随地都把好的让给别人啊，然后呢就是说剩下的要自己啊，是所以这样的快乐呢让给别人啊，然后呢痛苦呢自己来承担啊，是这样的。那像这样的自他相欢的菩提心，那是什么呢，那是一切佛法的精髓，这才是一切佛法的精髓。这种人呢真的是随时随地都信菩萨道，刹那间也消除无量的这种过去的罪业，也刹那间也可以圆满无量的这种资粮啊。那这种人呢诸佛赞叹啊，诸佛赞叹，那诸佛欢喜，实际上诸佛欢喜的也是这个。那这样的菩提心呢，这样的菩提心如果能够在我们的心的相续当中升起一次，就能够呢净除了什么呢净除呢无量劫所作的罪障然后呢圆满广大的这种福慧资粮。所以呢经常说呢，所有的残罪遮妄就是菩提心所有的这种积力资粮的这个积字的这个疏要也好根本也是这个菩提心。好，再下面呢就讲呢这个自性他种。那真正的自性他种，自性他种呢，那这种自性他种呢，我们凡夫为的菩萨是做不到的，真正的自性他种呢凡夫人是做不到的。凡夫人的菩萨，菩萨也有凡夫跟圣者，那凡夫呢还没有真悟的，但是呢你就发了菩提心这样的受了菩萨戒，凡夫的菩萨，但是凡夫的菩萨也自性他种是他做不到的。那正是呢自性他种的菩提心自性他种的这个菩提心，一定要就是以正德、见得智慧的同时
监督就一地菩萨，监督这个智慧的同时，就是这个这个具足，那具有的啊这样的。那登地菩萨呢？登地菩萨呢已经断除了我执，登地菩萨已经断除了我执。到那个时候呢，就算别人呢，就是说这个别人呢用这个，这个离人的道啊，离人呢看他的身体的时候，看他的身体的时候呢，也像这个如同呢什么呢，看这个木头一样，或者是看这个石头一样的，他不升起一丝毫的嗔恚心。那对于呢登地菩萨来说呢，有人在这个他的这个身体的右边呢，以离人的道来，就是一道一道割，切割；左边呢用这个香水来这个涂抹，对他来说这两边都是平等无碍的，因为呢他已经证得了无我。那对一般的凡夫人来说呢，由于没有证得见到的这种智慧，所以呢没有能力呢真实呢进行这种自性他种的这种修法。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为了大道这个目标精进修习，那就是我们快要证悟。证悟呢一地以上的这种见到的这个智慧要单领。书信呢我们就是大坐的时候呢，那大坐的时候呢，一再的透过这种精神上的训练呢，打坐的时候呢，先我们要训练什么呢？精神上的训练，喘息，然后才能够呢进一步呢具体落实在这个在行为上面，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先要训练到最后呢，成了这个登地菩萨的时候呢，才能够做得到自性他种。先讲到这里。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普拉仁波切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网络电视台的成员之一。那么我在这里呼吁，藏传佛教网络电视台有史以来是第一次在台湾诞生。那么对于这个整个世界传播这个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是相当有希望、很有潜力的。希望大家来多多护持，阿弥陀佛。